下跟阿嬷家。那前面要怎么看？喂，爸爸在吗？在啊。你在哪里？我在阿公阿嬷家。那你在哪里？我在中和。中和，你没有。林博成，加油，你很棒哦。前面而已。快点收，要收了，我来收了。快点收，这钱钱要收在这里。给姐姐丢了，你小力碰就好了。谢谢，给我钱。缓慢的节奏，记录一位父亲如何面对智商只有13岁的30岁儿子。作者计时窥视这对无法沟通。像，因为说要去，哎呦呦，去大陆了。好哦，那阿仁，阿你讲，阿公丢的也不错，你怎么没有打到呢？要自己拿球开球，还打太低了，哎呦太低了，你还打到啊？打好球你没有打到，打这个，哎呦！就是感觉说啊，反正常常都闹了，那我们也没话说。对，就觉得常常都点头了，那我们也就只好配合。都为了你们。这么快干嘛？你都有看到了。哦，看见没？啊，姐姐，姐姐，对对对。姐姐打得好，你看，下次阿公带你们去验证打。啊，来，姐姐接着，一定要接住。哎、啊，这个都可以，阿公拿，多接两台，去拿去。摆的地方也不要太。拿一点。你金博成要故意丢上去是不是？啊，放错。哎、欸，你还真故意耶。你要吃吃看口水，表示并没有吃过。我刚试一半，目前会继续。金丝蛋，你就喝汽水配饮料就好。非常有名，都喝汤的，你仔细。金博成，你要再快要吃完了，你要吃哦。你讲台语啦，金人沙西。你可以点菜看你要几号。